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北港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创便捷、高效公共服务的新需求。近日，公安部发布了新制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机动车驾驶证新领和使用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三个部门规章，其中包括避免新措施。所在来了解。新制修订的部门规章对公安部近年来已推出的69项交管改革措施予以固化，同时再推出9项避免离奇措施，其中单独制定新的部门规章、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对记分管理制度进行系统调整的完成，亦是推行合法减分措施，对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学习，且经考试合格，或者参加公安交管部门组织的交通安全工业活动，符合卡检记分条件的，可以从以累计记分等卡检记分，这个记分周期内最高可卡检6分。我觉得做公益这方面是最提倡人去怎么说，提高人的意识，能更多人去遵守这个法则。只是优化调整记分功德，大补贴对酒后驾驶、交通肇事智能相伴后道义、使用违酒并酒牌证等严重妨碍交通安全界违法行为管理力度的津贴，降低部分交通违法行为记分功德，省得了驾车未放置检验标志、保险标志等交通违法行为记分。三是调整满分学习考试制度，严格多次记满12分驾驶能学习的考试，对这个记分周期内多次记满12分的，延长学习时间，增加学习内容，增加考试科目，对多次违法驾驶能加强教育管理。在到车辆登记方面，机动车登记规定更推出三项新措施，一是推荐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测验。对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在出厂时查验车辆，生产企业与公安交管部门共享车辆信息，群众办理注册登记时免予交验机动车，积极推行互联网登记服务新模式，实现网上售车、网上选号、网上登记，便利群众快捷上牌。对老百姓非常方便，非常快捷，做兵买卖便利吼。小客车登记方面，将推行全国直接通牌。对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申请人可以凭居住身份证一证通办，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车辆信息边境方面，即推行跨省通牌。对边境货车加装尾板、残疾人用车加装辅助装置、小客车加装行李架等情形，控制开到车辆所到地新车牌里，无需返回登记地验车。另外，根据机动车驾驶证新领和使用规定，有四项病理驾考领证新措施将推行，其中之一是推行大东兴客货车驾驶证全国直证通考。对到豪宅地以外新领大东兴客货车驾驶证界。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直接通考，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第二阶是恢复驾驶资格考试跨省考牌，对驾驶证超过有效期未完成被注销不满两年的，申请人可以向全国任职地申请参加科目一的考试，恢复驾驶资格。我是想去到外地工作，现在回来汕头搁完成，现在即摆有资料政策。方便话，今毛有执行政策，可来去各个地个完成，两张个走动来，等下发证机关个完成。第三阶是要开驾驶证考试内容个项目。对持有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证增驾小型汽车，或者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增驾其他类型摩托车的，只考科目二和科目三。优化考试程序。第四阶是新增轻型抗应跨车总嘅车型，融合驾驶小型汽车列车，更好满足群众驾驶房车出游需求，促进房车旅游产业大发展。
多减政病面服务方面，这次也推出两项新措施，这个是推荐申请资料加档案电子化，实行申请资料电子采集、档案电子化管理、机动车转籍、驾驶人考试等信息网上转递，实现交管业务办理，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另一项新措施是推荐部门信息联网共享汽车，与税务、银保、银保监、交通运输、医疗机构等部门信息联网，共享吃购税、交强险、营运资质、体检等信息，群众办理业务时免予提交相关证明凭证。开发营运车辆，由于加上人安全意识差，所以上落客等原因潜藏着各种风险。出了事，乘客会面临锐困难门待。为规划道路运输的数，近段时间，市交通运输执法局多城区提速开展打击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查处多宗非法营运案件。十二月二号明早，市交通运输执法局金平大队的执法人员巡查至市东新门北门附近的时候，发现直接调走河北的小客车造成停车，车顶有乘客落车，其他一名乘客还抱着一个婴儿。发现执法车辆后，司机按加速变道准备跳车驶离。看到我们在巡查的时候，司机就神色有点慌张。我们执法人员就根据经验就判断这个车啊有可能是涉嫌这种非法营运，然后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就有那种感觉又逃离的那种情况啊，执法人员就上去就是啊亮明身份啊，对他进行啊实施这种检查。经调查，司机张某强承认其驾驶私家车载三名乘客从饶平到汕头市东新门，并通过门线收取百百元车费的事实。然后已经付来了，两个人一个人90块，两个人就180付的是吧？好，停下，开走，停太久了。十二月16号明早，执法人员要到市东新门北门附近发现，直接本地河北的小客车停落来后，有两名乘客匆忙落车，冲到违法营运的嫌疑，随即上载两名新户实施检测。我搵到佢偷，佢偷嘅，咁攞捻咗佢嚟架车，我坐只拉小姐先啊，贵噃，250，冰河，大我啊，都可以喎，系哟，可以好。不过当时司机吴某浩这个时候，李做将情书激动，表示是对车载乘客过来，并无收钱。乘客即使被司机嘅情书惊着，不愿意再配合跳车，跳车直到冻等。司机在下来的时候啊，就大声的呼吼啊，就有点带着那种啊恐吓乘客的那种成分啊。我们第一次过来没事，不是我们是自己人，不收钱的不收钱的啊。执法人员也是非常冷静的啊，在现场就非常冷静的啊，就是把这个司机安抚好啊，先带离到我们执法车上面，然后对这个乘客也做了一些这个啊法制的宣传工作啊，最终乘客也是配合啊，也是承认从啊朝南乘坐这个非法营运的车辆到汕头中心医院啊，支付了运费150元。最终，两名涉嫌非法营运的司机被依法处罚。对于上述两个涉嫌非法营运的车辆，我们执法人员对上述两个车进行暂扣啊，做进一步调查。执法人员就依据汕头经济特区这个出租汽车客运条例。啊，对他们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啊，处罚的金额是10000元。据了解，该等来市交通运输执法局尚要查处非法营运案件11宗，其中涉及非法网约车的5、6宗。在此，我向广大的市民呼吁，啊，出行啊，又选择这种合法的交通工具出行，啊，莫去坐那种非法营运的车辆。接下来我们。汕头市交通执法局啊，会加大频次、加大力度，针对这种市区这种重点部位啊的巡查打击力度，打击各类非法营运行为啊，维持这种市区良好的营运环境。市区金台北地区发生惊险的一幕，一只小汽车造成事件，火势直到十分的性命。
紧急时刻，周边群众甲消防部门迅速出手，最终将火扑灭。所幸的是，事故无造成人亡伤亡。事发地点在金泰镇北区63栋附近，当时小汽车在路顶自燃，浓烟滚滚，周边群众立即报警并展开施救。不一定出事啊！这车开来就搞哩，上头伊为什么自燃我也唔知，但是就睇到伊这车落冒烟啊，甲大火啊，伊就走出去来倒，那个保安啊，咩嘢就出来嘛。你往这边看到，那边灭火灯落树都唔拉，基本自己灭火灯无就困起啊，无风筝就溜。恁就即使这边就拿乌，这边有皮咩咪挂过去，那边小天嘛。消防救援部门接到警情后，也迅速派往管护现场处理，后面火情并得到控制。到场后发现是一轿车起火，火势正处于猛烈燃烧状态，现场伴有轻微爆鸣声，并有大量烟雾。火站立即架设两支水枪进行灭火，火势立即得到控制。8:34，现场明火被扑灭，无人员伤亡。目在车辆自燃起火的原因，后台紧急报请命。我们也提醒广大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对电路、油路进行检查，不要在车上放置易燃易爆物品，随车配备灭火器。如果发生紧急情况，第一时间选择逃生并报警。专职一道，中央界职能师甲家人组织去东山公园附近个商店游玩，呢度乘坐扶梯个时候发生意外，由于随身携带个提包被一个挡板勒着，职能师从扶梯顶端跌了落来。腰椎受伤，伊一家也因此甲商店管理方发生了纠纷。公共视频显示，当时郑女士甲家人一起乘坐扶梯上楼，郑女士个左手挂着一个提包，放到扶梯扶手大顶背。扶梯上升到一半的时候，提包被扶梯外背的挡板勒着，郑女士就将向后空倒，跌了落来。扶梯都翻到一堆哦。要个多边一个，手加手里，又无咩个，捡个包，等下你去洗落去就。当时，甲郑女士坐在跌落来个后一个脑筋，事发后，现场有工作人员迅速按停电梯，随后郑女士被送往医院检查。经诊断，郑女士个腰椎同二椎体骨折，需住院治疗。为了治疗血型等问题，郑女士一家也甲商场管理方发生了纠纷。你是个有理。个腰了，个伤卡一堆，差唔多袂惊。我唔嘛，如果伤着，看到个伤者，手都挂个挂捡个包，去伤着这个挡板，个挡板透明性就成个去这个挡板灭了这个包，然后去倒拖了去拖落来，他做手术。当地我希望伊伤着来退下我。就此，记者也跟随郑女士个家人到伤着了解情况。伤着工作人员表示。扶梯内侧设置个禁止旁边骑乘扶手大挡板，是按照相关要求安装个。事发后，伊人经过检查，确认扶梯物件并无异常，并且事发当时工作人员马上采取措施，按下紧急停止键，将郑女士从扶梯顶背扶落来。商店方已警告相应个安装保障义务。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这是他不小心他自己造成的。我电梯正常。如果电梯不正常，我有责任。整个录像的过程都是非常清晰明了的，包括我们报了警啊，警察过来这边也看得很，责任不在于我们。那我们也报了保险，但是保险也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监控，给我们的回馈就是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商店工作人员表示，如果郑女士自己发出疑问，建议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你还有疑问，我刚才也提了，一个是相关部门你可以去走一下，如果说还想不通的，你可以起诉民事诉讼。公园绿地建设是时光百姓能够生活着两界动摇民生更天。当作话此前加快推进海滨路沿线多界公园绿地界改造建设，有望到明年重作在完工并开放。到海滨路、华北路至里昂路路等，此来海湾景观建设甲扁桥提升工程正紧锣密鼓的推进，项目范围包括海滨路沙头市来海湾往楼港湖码头等滨海多种空间，三界独立码头及来往海航
镜石内容曝光，五点六块景光及配套镜头装饰、水里及灯光更贴定，将打造集文化、潮流、城市美优甲浓度为集体界向外并最大。目前已累计完成总工程量计80%。接下来我们会增加人力、物力，大牌工期，争取在春节前完成，给汕头人民一个满意的搭建。此能源广场改扩建及景观提升更厅，将兑现能源广场及往更新文化景地个及南侧海滨长廊白头增建改建，包括立块景观伫个停车场搬伫个公交站顶，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计70%。这边我们这个公司已经投资了很大的精力，还有人力、材料啊各方面都公司比较重视，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七天码头。就争取在春节前，做好立鸿基大厦那边的西侧广场，准备在3月28号，就是3月底，要全部完成。华侨公园作为汕头海面城市建设示范点，目前正抓紧施工改造，完成立块整饰、景观喷光、排水、景观照明、体育设施配置及配套建筑等。改造完成后，华侨公园将为市民海边长跑、清水体验、公园向外提供优质环境。加强一下人力、物力、机械跟主材的采购的进展，争取春节前按时完工，对广大市民一个开放的一个要求时间来把关。目前正是五配险交界小屋开凿。大后江区滨海街道上头社区龙虎街大坪五配险街自迎来彩蝶交锋，天师随将学硬，但龙虎街面顶迎接着丰收的喜悦。沈义成今年61岁，有多年的险街正式经验，寡年在伊到邓亨界介绍的认真福建界五配险街开始小规模的施政，取得微末的成效。去年4月，沈义成承包了40亩场地，并搭起大坪开设家庭农场，扩增五倍险资。开始也无成绩，后摆前后也成功，因为呾之前个土壤温度气候啊，适合种这种五倍险资，所以就逐步扩。沈义成讲，种险资需要到农历6、7月开始育苗，同时平整土地，加强培育。等险椒苗生长改半月后，就可以移栽，之后就要搭起的为险椒提供香蕉旁边的生长的空间。再等6个月后，对配五配险椒就可以采蝶上市。险椒就是不行生长的，所以都莫去陷落，莫去倒落，险椒即件倒落去就失去伊个品质个产量，所以都保持直立个。往上生长，到菜店过厅也必须着管理好。每处菜店后，伊线上这个伤口也必须着用控药，保证伊伤口袂侵占。病虫害要随时警醒。五配险蕉是直接较为高德个蔬菜，维生素含量高，食用方便，也可以补充个元素，所以销路袂满。只要五配险蕉，伊蚊仔个销量就大，伊主要就是食口非常好。有大滴件危险哦，如果食咸个籽就买头掉哦，如果行食咸面个籽就内边个籽就头掉，所以你不管落路呢下就乎教你提保样样好做。沈义成讲，五配险蕉个收获期有6个月，一般保鲜可以达到5万斤，每斤大概5个斤。险蕉伫销往市区农贸市场外，一部分由福建收购商收购。热得了五配险蕉，沈义成看证实了。螺丝椒、菜椒等蔬菜，伊希望无输出更多经验，并加以推广，带动周边农户增产增销。这个耕种大概控制到3亩这范围内，所以今年这亩险椒能够为当地解决咗道路啦、环境应该问题。所以这往从这种地不好做咩呢？同样做耕，直接比人从经济效益就比转其他普通农生咩啊？收入比较高，所以通过政府部门啊，来支持，然后呢，技术扩大规模，了带动咱本地啊个空间，把将咱这只咸椒都能汕头，那是后港滨海啊，形成一个双赢样，了带动空间，来增咸椒，使到大家更登地步。
近日，一起关于男子拒绝生育、丈夫索赔十五万被法院驳回的案件，引发广泛关注。俄龙认为，法院的判决既是对男子生育自由的保护，也是对基本常识的捍卫。被告在重庆通南区南明法院审结一起因生育框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纠纷。男子邢某因再婚拒绝生育，与丈夫发生矛盾。邢某的丈夫多次向法院起诉，要求与其离婚。法院更以证据不足以证明夫妻感情，却以贴对破裂为由，驳回了离婚申请。随后，邢某的丈夫又索赔十五万精神抚慰金。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享有生育的权利，但是也享有不生育的自由，依法驳回了邢某丈夫的诉讼请求。能生非生育艰苦，这才是现代文明的常识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应婚姻家庭偏见改正就规定，婚姻期强制终止妊娠侵犯期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是对男子生育权的尊重及生育自由的保护。邢某的做法依法并无过错。或许有人觉得，男方的生育权获得了保障，向男方的生育权又应该有地的维护。只个需要注意的是，生育权作为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夫妻双方各自享有生育权，只有双方协调一致，共同行使这只权利，生育权才能够实现。也就是讲，任何一方的生育权行使，拢不等于强迫另一方的形式实现。婚姻是两个成年人为共同生活而添加的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关系。生育可以成为婚姻的门票之一，但绝不可以成为唯一的门票。男方因为妻子不生育，就要重结婚姻，做出了抛弃妻子的行为，根本上又是抹黑两性的私罪和责罪，这是对两性权益的忽视，加对两性难解的一种偏见。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两性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大大的提升。尊重两性的生育自由，是对两性权益最基本的保护。这点在现实中作为基本的法则和基本的常识，需要被不断定性与行为。